唔止佔中嗰、那個檢控延遲啊，仲有啊黑金啊，幕後嘅黑金。我哋多次都講點解黑金嗰陣時你唔檢控咧？頭先啊張國鈞議員問你點解你唔直接答？你有冇喺黑金案裏邊揾外聘嘅法律意見？有冇就住黎智英、李卓人、陳淑莊、毛孟靜、梁家傑嘅檢控揾外聘法律意見？唔通佢哋唔係敏感嘅人咩？公眾都好關注過。頭先你有答其他嘅喎，你可唔可以直接答咧？司長，我想話俾你聽咧，唔止我哋對你有意見㗎啦。今日有某份報紙，我唔係同佢賣廣告，咁事實都係㗎，亦都係批評你㗎。所以我想。想讲咧，就系其实好多人都对司长你有意见。占中点解啱啱最近先至告咧？咁呢一个咧系开庭嘅时间相关嘅安排，咁所以咧唔可以话单一概而论系边一个嘅事情。咁呢个我而家案件亦都进入咗司法程序，咁我亦都唔可以再讲。至于黑金案件咧，头先我哋已经讲咗，系你等一陣先，你要俾佢答埋，你哋唔好人哋答到答完先至問。唔係，我講規程喎，主席。好，我想去澄清一下乜嘢叫黑先，包括提問同埋答問，因為兩者都用個黑字，係講黑社會啊，定洗黑錢啦、啊，係乜嘢黑先？請佢講清楚可以嗎？好，就到此為止，係咪？陳志全有咩講？都係類似嘅。OK， 好啦，係、okay. 黑主席黑金係乜嘢 ？define 咗再回應，我哋簡短回應。頭先所提到另外嗰個案件咧，嗰、那個回應我哋已經講咗啦，我哋係冇。誒，唔好喺會嗱，我。司長你停一停，我講過好清楚，今日我是容許非委員在席，但是我希望非委員慢慢不要在位裏面叫囂。司長請回應你有沒有還有沒有補充？沒有，我們不會就個別的案件再有其他評論。李慧瓊講黑金呢，他就唸口簧地講了很多年了，但如果你都用這個詞語呢，你就應該告我，因為你都認同他是黑金嘛，那 你跌了李慧瓊陷阱了，你又同佢講黑金，但你又唔告喎，咁你就要同人解釋，你自己出去解釋啦。